应该先写里面，再写走之，横挂要太长，竖要粗一点，短一点。这个横挂向左边要约长一点，右边短一点。两点高低要变化，竖画与上面竖不要对齐，稍微偏一点。不要太长，这些间距要小和间距大，上紧下松，里面这部分不要想太宽。它写成两点，这个形要少一点，突出捺笔。捺笔要包住上方，里面要收，捺要放，一收一放，形成一个对比。捺笔要粗，要长。